现在我准备要去买Ian的生日礼物，然后现在其实已经8:30了，我准备要赶快冲去铜锣湾的搜狗，看看今天能不能够买到。因为我今天从台湾回香港，结果不知道是因为尖峰时刻还是因为下雨，本来我预计可能1-1.5的车程，现在搞了2个多小时。好，这不是重点。我现在在铜锣湾搜狗的10楼，我要来找一台咖啡机给Ian，因为Ian一直想要一台就是可以自己磨豆子，然后你知道手冲的那种 cappuccino machine， 所以，所以我现在来找一台，对。是网络上面查到的 cappuccino machine， 所以，要买哪一个呢？ I'm so confused。它有什么颜色啊？现在就这三个颜色，好犹豫哦。我要这个颜色呢，还是要这个颜色？一眼，你喜欢哪一个呢？来，请选择。如同你们看到的呢，我昨天买了这个 DeLonghi DeLonghi， 总之呢就是这个品牌的咖啡机要给Ian做生日礼物，结果回家之后发现哇，它真的是挺重的，所以我明天要徒手把它搬到日本，我是不是很有心？现在每个人都给我在 comment 下面留言说，哇 ，Cynthia 真的好有心哦，哇 ，Cynthia 真的是个很棒的女朋友，快点，现在给你3秒钟。总之呢，就是我昨天突然发现到说，哎，如果我就是整个这样抱出去，他是不是一下就知道说，哇，这是咖啡机，就是也没有不好啦，但是我想要把它包一下，所以我今天就去玩具店买了这个包装纸的部分，然后我选了一个那家文我去的那家文具店呢，它里面的选择不多，所以我就选了一个这种，看到吗？就是爱心的包装纸，希望我可以顺利的把它包起来。What？哇，我是不是买太小了？我傻眼，灯光有点不太好，大家不要介意哦。然后 by the way， 我这次呢没有写卡片，至于为什么呢？因为我很懒，我不想写卡片，所以。包礼物呢是门学问，不要小看会包礼物的人，这是一种才能，你知道吗？老实说，我真的很少这么用心的在准备一个人礼物。那这次送这个也是我自己的私心啦，因为我很喜欢喝咖啡，所以送这个就是你知道，光明正大可以有理由叫他煮咖啡给我喝。15分钟之后，我们终于包了一个非常丑的礼物。不过呢，我跟你说，礼物是看什么？是不是看美观？ No， 错了，是看心意，是这里 ，OK， 这里左边，这个是我的行李。你看哦，因为它太大了，所以我只能尽量用衣服塞在边边，然后这样子把它盖起来。现在应该已经在那个检票口的地方等我了，他还不知道这边是他的礼物，好期待看他的表情哦，因为他真的念说想要一个咖啡机很久了。嗨，干嘛？真的很重哦，你可以吗？真的。好吧，好久没有来大阪喽。然后我刚才跟燕讲说，我刚刚发现我的护照上面挤满了10个日本签证。你看 ，dedication right here。哇，我相信大家一定可以感觉到这个哇，你看有没有看这个徐徐的微风？哇，超凉快，超舒服，100分。好，谢谢。好，你去吃晚餐，不对，宵夜。好，我很快跟他 update 一下，现在我们正在做晚餐，然后我的计划呢就是在吃完晚餐之后他直接去洗澡，然后我就把礼物塞在客厅，这样他一出来的时候就这是什么，这样
好，这是我想象中的画面，希望等一下成功，加油！现在回去假装煮饭，没事，什么时候没有？今天我们是这个札幌浓厚味噌拉面，还有这个鸡心味噌。你的进度怎么样？进度？对，进度，你的 progress。在弄菜。你这边有很长的菜，还有什么？还有肉，对不对？ Yeah. 肉在哪里？这个是泡面。哦，肉在这里，对不起，完全忽略它了。好的，那我们准备来泡面。这个也要拍，是不是？你现在是不是这样想？没有啊。哎，你从哪里找到这些拉面的？很早。我需要水。Little does she know that she's gonna regret licking her finger forever. Oh my god! 什么？我看到眼睛好辣。Did she lick it?你把它舔下去了，我试看。哦，哇，它好辣！哇哦，哇哦，喂，真的很辣哎！啊，我踩到一根菜。哦，它 tomato 营养。This is for me. What is it for? It's for your birthday. But my birthday passed. 但是还是可以收礼物啊！来吧，来吧。Thank you, Cynthia. 我跟你说，这是我花了很久的时间包的，包的非常的美丽。好，那我要把它拆的非常的美丽。好，谢谢。What is it? What the?Why does he serve it? Cynthia. It's a cappuccino machine. 你怎么看起来这么不兴奋呢？ I'm very 兴奋 This is my super 兴奋 face. 我本来想象中是会你就这样，哇，然后会哭出来的那种兴奋。But it's like too shocked. I didn't. 你知道我为什么挑这个礼物吗？因为可以做咖啡给你喝。It comes with a milk steamer. 多呀。好，那我就不用去上班了。为什么？本来上班就是要买这个的，那现在已经有了，为什么要上班呢？你要养我？开玩笑的。太漂亮了，怎么办？那你觉得你比较喜欢他，还是比较喜欢我？你这个回答很弱哎。I'm in shock. I can't speak Chinese because I'm in shock. 我真的很笨耶，我完全忘记说日本跟香港电压长得不一样。应该可以买变压器吧。But I'm afraid it's not good enough. 来，我是怕这个坏掉。Are you okay? I'm very happy.我怎么这么笨？我很开心，没关系，不用。我是真的没有想到，其实应该是有一个就是 step up 的 converter 可以用，但是我们要听一个就是专门在研究电池的人的话。结论就是呢，我还要再把这个机器再带回香港。这真的是 surprise 中的 surprise 哎！我想要给一个 surprise， 结果我自己被 surprise 到了，因为完全哦，我现在只希望荧幕前面的观众们不要觉得我很笨，虽然我真的蛮笨的，但不要骂我好不好？我知道这是尝试，但是我不会啦，是还是可以用啦，你没有错。好啦，还是生日快乐，谢谢。虽然今天的惊喜有点失败，虽然送礼物失败，但是你有开心的话，那就成功了。哦，很开心。嗯、好，应该没人会喜欢这支影片啦，但是喜欢的话帮我按一个 like， 下次影片见，拜拜，生日快乐。拜拜。很辣吗？来。大家可以感觉到吗？哇，徐徐的，哎，全部都烤出来。
徐徐的凉风，好舒服。来吧来吧，我的背背还是湿湿的。